就蛮巧的。跟着阿呆逛宿舍。按着那个它就会自动开着。真的、哦？就是我们那栋好像有那个。有那种，桌子、床，那这间的风水就不是很佳，因为这个摆设。这间门打不开，那我看一下。那间什么叫做风水好？什么叫风水好？打了风水都看不了。哦，这两个，一个是外面。Yeah！ 哇！哇，这个才是真的，这个瞬间升升一个 level， 学生成绩好在住的。首先没有压梁，没有压梁。这学费付比较贵，要自己。大家自己看自己摆，靠窗旁边的窗户，光线又好。没有压梁，还没有对门，没有对门。对没有对门，对门对对。大家要记得洗手台的部分。洗手台。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这里这么不合理吗？就是四个人，但是却只有一间浴室。对啊，差不多。你不觉得这个租房室才是应该要一个？太暗了，帮我开个灯。好的，他就还看不了。你不觉得这边才是应该要两间厕所加就是卫浴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才是储藏室。是。结果呢？这个是什么？两个一个水龙头，还有淹水的水龙头。他堵住了，只有一个卫浴，这个卫浴，而且小厕所跟浴室是同一间。哦，真的？哎，真的耶。哎，对，你们这样真的很不方便，而且灯光好昏暗。对，好昏暗。就是、而且这边闹鬼宿舍。而且这边还比较干净一点，听说那个音频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PhD 的同学，他们的还是黏黏的，是走路都会黏黏的，走路黏黏。刚修缮好，你看这个墙壁还在刚漆好。刚漆好，刚 Curtis 就跟那个说，如果他想要好成绩的话，就应该把风水改成跟他一样，这样阿呆也要依成这样。睡前就要。对，我会方向。很干净耶，我买那个很便宜，那我20块而已。而且做起来超瘦的，然后有那种腿超长。哦哟，哎，可是我在 Target 看，可是我在 Target 看5块钱而已，超扯的，5块钱，对啊，那你那可能做起来更瘦。我把热水壶移开，真的超扯，来照，来照。哎，我想要那个，你怎么会有下面那个篮子啊？那篮子好好。哦，这是别人给我的。我想要那个篮子，好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王美，王美才造。王美一定要必备的，王美才造。是他们简单的厨房，然后就是有简单的客厅，饭厅，然后跟简单的客厅，这就是 Bush Campus 的宿舍。All right， 以上就用一个刚刚我们 Orientation 的模式做结喽。